顾里长丁，你在这啊？我们一直担心你会不会还没回到领养，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哎，这那天烽火台和我一起去喝酒的小伙子，有什么事来找老夫？等等，莫非你是来问幻城的事？老丁，你猜的没错，听说你又在古烽火台那里看到幻城了，这是真的吗？没想到消息传得这么快，老夫只向几个和我在途中同行的行商提过而已。至于在烽火台目睹幻城之事，这当然是千真万确，其人有假。过了这么久，老夫从来没想到能再次见到那景象，但还是能清楚记得那幽蓝光波中的幻城模样，和老夫孩提之时所见的一模一样，老夫绝对不会看错的。和当年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幻城是在大白日里出现，老夫当时着实吃了一惊。在白天里？是啊，有好多的蓝天白云，忽然像是水塘里的盐一般荡了开来，天空一角仿佛被撕开一个洞，幻城就从那黑蓝色的云雾中冒了出来，不过是过了一会儿，就像影子一样消失了。一会儿就消失了？是啊，60年前老夫第一次看到幻城时，也是那古凤凰台。老夫不清楚两者有何关联，但我们想赶去一趟，或许也有机会看到。多谢老爹，我们就去看看。那我们就赶快去吧，说不定这奇景只有有缘人才看得见，晚去了怎么就没了。有缘人吗？怎么这世上再也没有人比我和他更有缘了？如果这一切都如同我所料的话，好，走吧。诶，之前先来了一步，那矮冬瓜的背影好熟，该不会是小鬼头灾女啊？是夏侯公子，夏侯爷你来了。还有，我不是小鬼头。这个不要紧，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为何不能在这里？只需要使用御驾天武之法，天下何处我都去得了，更何况这里乃是九曜天章所指之处，我只是赶快前来查看。九曜天章，莫非你也沾出了幻城的事情？夏侯爷，你也知道这件事？这么说来，传说中有人目睹了凶石，而在石中显现的古城，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吗？是啊，我是从沙洲城得你的奇闻，刚前辈他们和林雅的库里老爹那里问到了。怎么，你不是从帐上知道此事，才赶到这里的吗？天章倒没有那么神通广大，我只是从九曜方位推算出这盗墓中央的天幕受逆缘之意影响而生的裂隙，所以前来查看。此地位处于以鬼偏移的正中，逆缘之意果然非比寻常。只要嫉妒如火两汉星的妖言逆力稍微加强，幽冥界相随时都可能毁破。唐东凶死出现于此，那倒也不奇怪。不过我还是有点不解。不解什么？如以九曜天谱自律推算，历经十二个甲子之后的今日，天幕之定应该会与楼兰所在之故地，而非这数百里之遥的沙漠正中。简单来说，就像是这千年之间有莫名巨力把天狗拉偏一般。不止如此，此地上我有一道不可见的幻术之障所笼罩，这幻障是与逆缘之意系数同源，或随心要逆想逆行而强弱互变。依我之见，这一切绝非出自于自然预象，显然是有人精心巧设，故意安排出此种布局。但是谁会有这种撼天动地的大智与大能？除非是幽神的御史。幽神的御史？我只是随便说说，不用在意。也罢，天幕既然已绽开，这鬼的凶死必定非同小可。我给回沙洲召集各派掌门，准备正要大法的事宜，此刻怎么会有地他变？小公主，那这里的幻障呢？既然是幻障于此，必定是用来隐藏什么秘密。我说过了，此地的逆缘之意强得吓人，其实这幻障已因凶石将领的天下而渐落，他能非我一人之力的所能解破，只好暂时把它搁着了。不过有什么能破幻象的神物法宝，或许就能揭开这个谜题。夏侯爷，既然都来到这里了，只是交给你的，白晚青罗咱们就回沙洲去了。弟子领命。他又在暗示主角了，你就是知道我身上有一个朱幻神镜，对吧？更来自烽火台，还藏有不少秘密。就算小公主不查，我也不能放着不管。怎么就上去看看吧。改变了。第一层。逆缘幽氛和我手上的戒指起了共鸣。这里有好重的逆缘之气，是我身上来时没有察觉吗？还是因为小公主所说的天使之故？凡是逆缘之气所在之处，必定少不了敌人。
不止如此，连烽火台内部都可能成乱界。像库里来老爹来时看到幻城时，这里显然还没有变成如此。不过别以为这样这种柱子到我塔顶去，如果真有藏什么秘密，我一定要设法查明白。OK。这边有右边楼梯，走。OK。上。下。上。上下上。此地念之下好像起了什么变化，是我多心了吗？下。下下。然后再下，一直往。第三个下。第四个下，第四个下，第上，好，这个走上去就到了。我们打一下看有没有敌人，没敌人，啊，有敌人，好，走。穿过这讨厌的乱界的，小公主说的对，这的确笼罩一层不可见的强大咒界，一切的异常应该都是因它而起。若能破除这咒界，烽火台就会恢复旧观了吧？先躲到前面看看再说。这烽火台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库里老弟之所以在这边看到幻城，我想那不是机缘巧合，也不是眼花看错。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这冰凉的风，这不属于沙漠正中所应有的阴凉。如果眼前所见并不是真的，那么这一切会是……我终于明白了，小公主说的没错。正如库里老弟所疑惑的，这里之所以丝毫没有位于荒漠正中的炙热夜照，是因为这烽火台底早已不在人世之中。玉帝。你刚刚说什么？我也是直到刚才才领悟到这一点。凤姐姐，我猜这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把巨大的逆缘封界把某物封护在这里，并利用封界共生的幻障加以隐藏。这座古烽火台或许是因为机缘巧合之故，塔顶正好深入原本无法进入的封界矿藏之中。若身处于这逆缘之界的烽火台塔顶，在幻障偶尔受到星耀运行和减弱时，便有可能看到隐藏它之后的东西。这是为何只有库里老弟见过幻城的理由，因为除了他之外，没人经常会上来这里。原来如此，这座封界遮蔽太阳的炙热，此刻我们就像从水晶圆球里往外看一般，看到一切无异，但却已置身于封界之中。这么说来，便隐藏这里的魔物，就是库里老弟在这里看到的幽城。我猜他就在这里，那并不是凶死或其他什么的，他本来就在这片蓝天的魔处。在那道幻障的后面，那座幻城一直被逆缘之界封护于此，说不定从千年之前就是如此。而这座幻城，也就是千年前神秘湮灭的楼兰，它并没有被湮灭，而是被藏到天幕的彼方，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不过在上去看过之前，这也只是猜测。不论如何，我也查明此事的真相，这么非得要解破这幻障的方法不可。一定，不用心急，我相信也一定办得到。咱们再好好试下查一下吧。幻象，既然我们已经闯进了逆缘封界之中，又有什么神妙的法宝能解除幻象的话，站到塔的最边缘处或许就可以。 OK， 左上方的木柱下使用诸幻神镜。诸幻神镜是什么啊？这个是左下方是左上方的木柱啊。不是这里，咋嘞？对了，
等幻化现实，映现本源，任何祸幕的虚像在他面前都会烟消云散。或许这面诸暗神镜能够破解此地的幻障。诸暗神镜啊，化去这遮蔽的天梦假象，真其后真实显现无浅。破掉了，神镜粉碎了。没想到连神镜都无法承受这矿藏的力量，难道已经无法可想了吗？等等，夏侯兄弟，你看天河彼方，那是什么？那是幻城。果然如我所想，幻城所保护的，就是这座被封了运灵之界的幻城。做完神经之后，还是完成他的使命，只可惜了这件至宝。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找这座幻城做什么，但托这幻城毁了神经之府，我总算恢复自由之身了。这久违的碧蓝长空真美。董妖，我差点忘了你。王道长说他们也无法回化的神境，竟然会这样做粉身碎骨，碎成粉末。也好，我们就此还你自由之身吧。这一切大概是天意吧。你们放心，我不会下去害人的。而为了报答你们放我自由的恩惠，我就告诉你们一件秘密吧。什么秘密？从这一往西望去，在天山的远方，一道灿烂神光直冲云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或许对你们有用。天上的遥远到底在什么地方？咦，你们从这里看看不见吗？那么我多说大概也没用，你们就自己去找好了，咱们后会有期。喂，龙耀，等等。可恶，龙耀好像已经去了。那道灿烂神光到底是什么？一定勿恼，今日能够发现幻城所在，已经是一大进展。神光之事，可以后慢慢再找。咱们不登城一探吗？我想一想，带我看过来，我只是呼叫解鱼。明解鱼者，阴无之患，速出此域，成魂化形。走吧，带我们到那幻城顶上去。我的天哪，这是真的吗？我从没梦想过会看到如此奇景，一座飞到天上的古城。我真希望敖子汉也能看到这一幕。是啊，鬼大哥，这个如假包换的幻城哦，从烽火台上面看的时候，觉得像海市蜃楼般的飘渺，可是我正来到这里了耶。不过这城为何在天上飞呢？是你远的封界，长沙的封界之力，我俩把这座城封在这里，也在那悠久的时光中支撑它浮在空中。可是怎么够做到这种超乎我想象的事情？到底是谁有如此的能耐？是天上或恶魔吧，这种事情怎么看都不像人能做到。话说回来，这里是罗兰城了吗？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咱们这就往下探。是谁？便利，怎么了？有人跟在我们后面，就在附近。什么？不可能吧？这幻城可是浮在天上，莫非那人也能飞天吗？奇怪，那感觉消失了，或许是我弄错了吧。我想是你想太多了，便利。如果不是我多心的话，我觉得自从上幻城之后，你好像就有点不自在。是这里的幽氛让你不舒服吗？没这回事，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别在意这种小事，咱们这就走吧。
我想古大哥已经给不及要下去探个究竟了。哈哈，果然是小欧兄弟了解我。走吧走吧，从天上看这云好、啊、水美，看久可是我头晕的。婕妤，辛苦你了，再回到雨里去吧。等我们要从这里回去时候，就再回到这里召唤婕妤便是。OK。真令人有点意外，没想到我们来到这座奇异的古城之后，首先造访的地方是间卧房，只有两张床，似乎是一对夫妇的房间。是我的错觉吗？为什么会觉得这里好熟悉？因为这是你的房间啊。然后嘞，侧边的桌子上，这本书里夹着一张纸条和一个黄金钥匙。这纸条上面写的文字，可是又是看不懂的文字，而且和我们在楼兰地下看到的怪符画不同。哎，怪不得是回忆文或西夏文。夏侯兄弟，那我看看吧。哦，那只念鸟，那就有劳古大哥了。这要什么文字？我压根没看过。我之前还大言不惭，自诩为西域通，看到这些年在西域都白混了。那我看看，这是古罗兰文，现在还认得大概没几个了。没想到你竟然懂古罗兰文，这纸条上面写些什么？是首很奇怪的诗：诸星横天，拱月华穹，天水东升，土木水浊，冷月半日，神火西沉，岩金木水火土日月之序，乃成天之道。我看我要够宕机。乃成天之道，看来是在暗示些什么机关的次序。所谓的拱月华穹，不知道这华穹代表什么，照着看就知道了。咱们走吧。记得我们。哎，这书柜可以移动。原来这书柜是一个命门，不知道后面通往哪里。未知。就是被拆掉的部分。从这地方看下去，可以清楚感觉到这座城正在天上。不过这城的梁壁柱的样子，这座城看起来是硬生生被拔了起来。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OK， 走吧。这里是失业之剑，如果没念错的话，原本房间的白色现在大概还在高山古城地下吧。可是当初到底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从那里自己变成这样？这只怕和死城浮在空中的封建脱不了关系。往四一路上到四楼的大门。这里以前是个图书馆，看来这里遭到失业之间相同的灾难。仔细想想的话，好像图文山中的大英石室里看到过和这里似曾相识的地方。哦，是储存点的。哦，没东西了，也上不去。啊，这边要打一下，因为要拿道具。为什么要这么偷懒的要死？哇，好一个壮丽的大厅！有这大厅的威严气派，看来这里必是传说中的楼兰皇城，不会错了。只是在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这大厅似乎能保持旧日的模样，令人不禁觉得这些时光宛如停止的流逝，是我的错觉吧？诶，那我桌上坐的有人。哇，那是一具死尸。小姐小妹子别怕，这是干尸而已。我以前和老师在发掘西域的古墓时，看过好几次这种干尸，不过像这一具须发如此完整，倒不多见。这位王者服饰尊贵，像是此地的统治者，或许可以从他身上
找到这患者的身份，我去看看。讲到手边的小杯子像是服毒而死的，他手上握的纸片是遗书啊，这遗体一碰就风化成灰尘，不过这遗书倒是十分完整。太好了，这遗书可能会记载这一切的始末，一定。那一面写着什么？看来又是之前纸片上的古罗兰文。宾尼，就拜托你了。怎么？上面写些什么？是一篇很长的遗书，里面写的是：百余年前，先祖集合大漠之民，建五国楼兰于大漠之巅，覆六海畔，立国号为楼兰。五国无名，本与世无争。兰因地处要冲，势难立于两强之强。历代以来，匈奴大汗多次遣使，逼约破藩，欲以吴国为吞兵争霸之险。先祖洞悉此事，因此坚不相从，两不相帮，得能历70多年而无事。这是楼兰要人的遗书，此地果然是楼兰没错。宾利，继续练下去吧。想是寡人肤浅无德，不得天地所庇佑，自寡人继位以来，汉匈两强逼压日盛，吴国难在置身事外，事得择一而成之，便在苦无良策之际，一对自称护庸与宾礼得一人忽然来访，表示愿助吴国抗敌之力，但寡人亦需遣费人工牧师，让他在地下兴建规模庞大的奇迹桥榭，以其神力勇辟诸强之气。这是楼兰王的遗书，莫非他在一些年前就进攻宾尼姑娘？古兄，三二勿躁，让宾尼姑娘把他读完吧。即使众臣大多以为此事可疑，但这两人身负天之神事，绝非常世俗之属可及。寡人依然立霍用为国师祭司，与他在地下建造巨大机械之权。霍用亦未让寡人失望。他来此仅仅7年，便以无人知晓之法，在地下深处建起硕大无朋的九魂天动仪，并驱使其力逼退汉军多次，寡人皆亲眼所见。原来如此，我们在地下发现了巨大机械，想必就是这九魂天动仪了。虽然宰相顾札再三奏称霍庸制图匪浅，但寡人以国事为重，依然依赖他抵御汉军，但这回第一次大有不同。先是库札侠院通敌，竟以令符放敌军入城，致使全城上下大乱。而后用以万一为由，要寡人于城内人众尽数撤于城外。由他脸上的表情，可知此事非同小可。然而这祖先留下的基业，且同寡人亲戚亲理。宫女侍仆等虽已离城避难，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第四代楼兰王安归必会在这华穹殿中与楼兰成功存亡。寡人不后悔相信了霍庸，但若是天意要亡国于楼兰，那倒是安归背天无德，只有在此祈求先祖们的原谅。信就到这里为止了。当时发生之事的来龙去脉原来是这个样子啊。这罗兰王安归好可怜，他努力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却落了这般下场。这是因为那戒指霍庸骗了他吗？而和霍庸一起出现的宾礼就是宾礼姐姐吗？不，根据史籍记载，汉使副戒指喜杀罗兰王安归，而后签名于玉林城。在安归王的遗书看来，史书倒也说对了一部分，但真相自然不止如此，否则这罗兰城就不会浮在空中了。不管千年前发生什么事，必定会在城中留下蛛丝马迹，咱们继续四处找去，或许就可以找到答案也说不定。古大哥说的对，先把这古城探完再做道理，咱们走吧。嗯，宾尼，你怎么了？没什么。
咱们走吧。调查后面的壁画是吧？现在墙上这些圆形珠饰，月亮可以按下的。这七颗圆珠从湖中排列，说不定和巩烈划船中的巩烈有关。OK， 好。若按错出去，从来再按。二五七，二，一二三四五，二五七，一六三四，四六。六三，这个就是答案啊！从中央代表日的珠饰后面落下一个羊皮纸卷，诗中所谓成天之道，原来是指这个意思。又是密密麻麻的楼兰纹，宾尼，还是劳烦你帮我解读一下。这是怎么了？宾尼，宾尼，你没事吧？啊，对不起，我刚刚太鲁神了。不要紧，我只看你神情有异，所以稍微出声问一下，这羊皮卷上的记载很重要吗？是的，这是楼兰王安归遗书中所提到那位祭使霍雍所留下的手记，里面提到九纹天洞里的操作法和解除这幻城封记的方法。真的，这可重大发现。羊皮卷上怎么说？霍雍他写道，天洞里不只能引动天鬼食欲，也具有发幽影之封界之能。他担心会有敌人前来阻挠他的大计，因此准备了万一之法。倘若敌是无法抵挡之时，便将超越中枢的天书遗作和星轨科盘毁成七片碎片，借由封闭天洞里所剩的逆缘之力，将这座罗兰城和七块碎片一起藏入幽界之中。如此一来，就身怀幽影之戒之人，称他们重现于世。七块碎片，这么说来，那些引来幽兽奇异金属断片，就是星轨科盘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光有碎片还不够，要如何将我们修复成原来的星轨科盘？这手记里写道：“幽界诸物，就是由幽朗所化作，只需幽朗包覆碎片两头，以激烈焚炎煅烧一晚，幽朗便会与碎片融合为一。”宛如新造，一旦修复了这星轨科盘，将它放回天书仪轨之上，便可重新启动天洞仪，从而让天上幻城降回地上，继续未完的。未完的什么？后面的字迹模糊了，看不清楚。不要紧，这等我修复科盘之后就会知道了。对了，手机里可有说明何为幽朗？名为幽朗之物，这里没有多提。不过我想与出没此地异兽有关，既然名为幽狼，应该跟幽界脱不了关系，这么就从来自异兽身上着落好了。七块断片，那么幽狼得要七分才行。宾尼，话说回来，幸好你看懂这羊皮卷上的古罗兰文，不然咱们就算找到这羊皮卷，只怕还是白费功夫。这文字你从哪里学来的？宾尼，啊，没什么。宾尼。你好像看到那羊皮卷上文字之后就变得好奇怪，你是有什么心事吗？没有，我只是看到这些文字之后忽然想起一些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罢了，一些已经几乎忘却的事情。比你，我不想打扰你的兴致，不过这些事情得回去之后再慢慢想好吗？找到幽朗和身上的断片，修复星轨科盘乃是我们眼前的第一要务。不用挂心，那个就交给我好了。是谁？三妹，还有周围的诸位，别带无恙。三师兄，你怎么会在这里？还我包主，你什么时候上到这里来的？刚刚到观星台时，被我发现跟在我们后面的就是他，没错。原来如此，那是本门的灵观天侠法。三师兄，你从一开始跟着我们的。我最初本无此打算，只是我自己查访之下，也发现这烽火台大有问题，但又无法以极易除去这里的幻象。那是剑门已神经破除禁制，
我觉得机不可失，于是跟了上来。没想到我竭尽全力查访千年前的秘密，如今就在你面前揭开了。小易，你不愧是戒指命定的主人，可惜你就到此为止了。荒布堡主，你想怎么样？很简单，把你手上的幽影之剑和在你们手上的仪轨饰片交给我。荒布堡主，十分抱歉，如你刚才所听到的，我还需要这幽影之剑，才能操纵位于罗兰城地下的天洞影。等完成修复仪轨、封闭天洞影的大人之后，借此自当奉还。封闭天洞影，夏侯影封了吗？我这些日子以来费尽心力寻找的，就是能够离心换走天洞影的力量，而你竟然想要封死他？荒木堡主，据我这一阵子多方探寻所知，千年前的仪轨偏影就是死于天洞影的异样，倘若在修复天轨之后不将他封死，这样必定还有人恶用他的力量。荒木堡主，我听风姬姐姐说过你的事情，我不相信所谓命中注定，不相信宿命能够决定一切，更不相信用天洞影就能改变所谓被诅咒的命运。只有敞开心胸，相信自己和这个世界，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未来。荒木堡主，我想一直等着你的风姐姐，她也是这么想的。相信自己，相信这个世界。哈哈哈！你在说笑话吗？是谁被自己过去的誓言和念愿所缚，为了未尽的使命而转身回这个世界？这就是紧紧绑缚你我两人的无法改变的宿命。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大逆鳞回到这里的？夏侯影，看来你还没有觉醒，还没有想起往昔的一切。像你现在这个半死不醒的样子，根本就没有资格支配天洞里的力量。三师兄，你这番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你和一帝？我就把话说明了吧，夏侯影，听好了，你和我乃是异魂所生，同时写下手记的祭祀或用魂魄的转身，但在等待千生的转身的千年时光中，魂魄所名有两界的千年一分为二，其中本质成名光亮的阴魂转身为你，本质幽灰度顿暗的荒魂则转身为我。夏侯影，你和我共有一样的记忆和力量，只是你还没有回想起来罢了。荒木堡主，你是说我和你都是后院的转身？这是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我从一个天机南侧的下面之内听过一些，其他的我在踏上这罗兰城时就全部想起来。可笑啊可笑，现在只剩当事人的你依然是一知半解吧。为何霍元的剑士兵力一直追随着你？为何你能使用幽灵的力量？夏侯影，你想过其中的理由吗？因为你和我一样都是幽神暗心的死者啊，只是因为你运气好，先找到成名的兵力，所以戒指承认你的身份，我才会在高层古城不得已将戒指交给你。而如今你竟想封死天洞仪，你以为除了生于我们的幽暗之外，我们还会有其他容身之处吗？我要继续以天洞仪天洞天馆恢复那太古以来就被破坏的平衡，你我和冰灵才会有真正的未来。荒木堡主，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尽管冰灵选择在我身边，尽管命运一再引导我回到这奇异之所，但这并不是我无可为力的宿命。我的将来是我自己决定的，我会依照我自己的选择和道路而行，不论千年前城市如何。既然如此，那就多言无益也罢。我本就不认为你会乖乖交出东西，而在这天使已尽之刻，我已不容得你任性无为。今天就算你们要动手，我也要拿到我要的东西。荒木堡主，请你三思。如果你坚持如此，我们并不畏惧和你一战，但我们都是阴魂所生，那又为何要如此相残？而且这只会让风姐姐为难而已。这也是宿命吧，所谓一天不容二日，即使我们是同欲同是阴魂所生，却只有一个人获得天命的眷顾吧。光和影不能并存，戒指的主人也只能有一个夏侯影，看来我们是避不过互残的宿命。
神秘，你不用客气，为他们一起上吧，但我可以对你不再容情。一定，对不起，即使我明知这三师兄无力，我还是没办法对他动手，这一战我两不相帮好吗？冯姐姐，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的，就当我们是和黄布包主彼此一下好人。神秘两不相帮，那便是再好不过，不过我不会因此就手下留情的。三师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你背弃伙伴，如果你这次败于一帝他们之手，我希望你对此事就此断念，否则下一次我就……哼，这话等他们胜过我再说，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力量吧。这场就有四个人，可是四打一其实也不太公平啊。有种就一对一嘛，所以大家说的幽城这边打黄埔镇会掉九幽化玉是这一场吗？他怕暗，然后夏侯乙的灭魂大法好了，死魂之咒。灭魂大法，去吧。哇、哦，三万二。太猛了、啊！没有啊，就记录荒环。我们等下再打一场吧。你变强了，夏侯乙，变得很强，不愧是另一个我。这是种为人。和我匹敌的对手，虽然宿命选择了你，但我是绝对不会认输的。抛弃了神秘的你，已经没有资格继承生死之谜。到了尊神的面前之后，再为自己的愚蠢后悔吧。咱们后会有期。三师哥，夏侯大哥，夏侯兄弟，别在意他所说的一切。我相信你心里早已做下决定。至于这决定到底是对是错，等找我们修复那个什么科盘之后再说吧。嗯，古大哥说的对，既然我已经决定自己要走的路，那就没再什么好犹豫的。咱们赶快收集幽兰和科盘碎片。黄埔堡主只怕对此事还不死心，我们不可以让他抢先一步。一弟，就是这样，这想像平定的你啊，咱们走吧。OK， 幽界骑兵。现在召唤出被封在阵容治愈的婕妤，我的古烽火台塔顶吗？走吧，带我们回到地面上去。婕妤，辛苦你了，就回到狱里去吧。好，我们回到甘州城。对了，谭前辈，晚辈有一次想请你出力帮忙，不知前辈可能答应？啊，夏侯公子，如果用到老夫这点打铁伎俩的话，请尽管吩咐，老夫必定帮忙到底。其实不是上升什么金铁之事，是想借你的铁炉一用而已。事情是这样的，接下来片刻里，夏侯乙将如何使用玄魄幽兰修复星轨科盘之事，一五一十告诉了谭铁匠。玄魄幽兰，老夫第一次听到这种东西，官司灌授他自然不成。不过这碎片看来雕琢精细，只怕经不起火焚。当知道这么做才能修复它吗？那位高人在手机中是这么写的。为这些东西，恐怕均非人世之物，
就算其性大为常理，我想那也不奇怪。既然如此，老夫照公子吩咐便做便是，只要维持活力一夜不落，须得有人不断添加添柴火，与老夫的年纪来说有点吃力，看来也叫全子来帮忙才行。这种事情我们也可以帮得上忙。不可不可，这种事怎么让公子你来做？那小子蒙公子所救，到现在没帮过什么忙，正巧最近让他帮回甘州，他现在就是住在城郊附近，我就请人叫他来帮公子过过炉火吧。既然如此，那就一切拜托了。即使如此，今早就早早关店，好准备主办事宜。小公子，咱们明早见吧。好。哎，走到那边的那是小公主，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听说天上杨姨显示你们有很大的进展，所以来看看情况如何。好的，小鬼头，既然这回够推断得出来，何不直接告诉我们一切，我们就不用找那么辛苦。夏侯姨，李野泉的道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我不能预见你的未来。我说过，这是属于自己的宿命。够了，我已经听过你那宿命之说，至于我们最近的进展，这话说来可话长了。话说那天在古风我才遇见你之后，事情大概就是这样。至于重铸科房结果如何，明日一早便可分晓。原来如此，没想到此时竟然牵连如此之远。那位罗兰城地下深处的九魂天动仪，想必就是那七曜仪鬼聘你的元凶。是不是楼兰灭亡之刻到底发生什么事，在那星轨科房毁断的千年之间，他竟然一直将罗兰城封印荡没空中，其力量做的是可畏可怖。首先你们已经取得科板碎片，倘若以驱动天宫里的科板重铸成功，我们退可封止天动仪，防止幽界完成入袭金石之徒，尽可让天动仪逆转，让他在千年前所聘的天仪鬼拉回原位，长久以来天下烦乱亦可自始终而终。夏侯仪，你果然是天命所系之人，我知道我不会看错的。别高兴得太早，我可没说要造成你的画作。这个咱们到时候就会知道了，反正要等上一夜，今晚你们不妨就好好在甘州里休息吧，奔波那么久，偶尔歇息会也不坏啊。好主意，那么大伙就悠闲在客栈里喝酒吧，我就不醉不归如何？不要，想要喝酒就数大哥你吧，我宁可和夏侯大哥一起在外头乘凉闲聊。大伙同行那么久，难得自己的时间，既然如此，到明儿一早为止，他们就散在城里各自行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如何？大伙跟我奔波这么久，我也十分过意不去，既然小公主提出此意，大家就趁今天好好歇息吧。就这么说定了，不管去做些什么，明早在客栈前会合便是。嗯，大家都时尚去做自己的事，难得可以像现在闲来无事，该做什么好呢？OK， 我们先从宾尼，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种地方？我只是想一个人散散心。或许是我多心了，但我一直觉得自从我们去过天上罗兰城之后，你就变得有点奇怪。你是想起什么往事吗？我有些话，有些只有你才明白的事情，想单独对你说，可以吗？当然好啊，像你这么欲言又止的样子，若你觉得这也不方便的话，咱们就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好了。这样吧，我们去沙洲城办的月牙泉好吗？上回寻找神剑之时，我们曾在夜里一起去过一次，虽然那时龙妖危害全边，让全办夜景减色不少，我想现在应该不会如此的，咱们一起去看看吧。月牙泉不是离这边有段路吗？咱们有黑龙可乘，这里路不成问题，不要不是风起的妖魔出来碍事就好，你说如何？嗯，就依你说的。既然如此，咱们就走吧，要是不想被古大哥多去喝酒，可就整天脱不了身了。嗯。数个时辰之后，在夜里的月牙泉畔，好一人的夜风。怎样，这月牙泉畔的夜景你还喜欢吗？嗯，真美。看来这一趟是来对了，说来也神奇，不到半里处又是寸草不生的荒沙野蔓蔓野，这也却是名潭映月风清聪明之所。这世间的一切真是不可思议啊。
是啊，纵使漫长的岁月已经改变了一切，这夜空，这明月，依然和我们昔日在观星台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千年的岁月就像昨日一场梦一般，星月如煞星不止，独待幽梦初醒时。宾礼，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即使我还没有想起往昔的一切，也看得出你心里十分苦恼。这里没有别人，你到底有什么为难之事？有什么想对我说？就说告诉我吧。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说吧，到底是什么问题？在你的心中，你把我当作是怎样的人？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正确答案是三，但这我记得我也第一次玩的时候，我好像选二，就选二这样不行，要选三。或许你是和我携手共命、彼此命运的女人吧。虽然还不清楚过去的一切，但我知道我们彼此在过去有着很深的渊源，也就是这份缘分，让我们今日已经并坐于此吧。而在历经诸多险阻，逐步循着昔日足迹，找回过去的此刻，是不知等待前面的会是怎样的将来。但只要愿意成为我命运相系的旅伴，即使前面的路途依然朦胧，相信我们能够一起携手找到真正的方向。是这样吗？那么如果这使命是要活在这个人世，你会不惜道尽相向来阻止我吗？他为什么这么问？若你选择这么做，我一定会阻止你。我也说不上为什么，但我清楚这话绝非你的本意。我们不都一样喜爱这人世的一切吗？不论是出于什么理由，与其让你怀着痛苦悔恨强迫自己这么做，我宁愿自己亲手来阻止你。毕竟在这个世上，最有资格这么做的人应该只有我而已，不是吗？我终于明白你真正的心意了，谢谢你。为什么忽然问起这个？莫非你真的在心烦我的事？也有那么一些吧，只是看到这夜景，忽然就想起许久以前我们一起在观星台赏月的时刻，应该是许久以前的回忆，就觉得像昨日般的清晰。或许是因为这亘古不变的月光缘故吧。宾尼，对不起，我也很想和你分享这怀念之情，但是过了这么久，我还是没有能想起过去的一切。虽然如此，若你心中又有任何困扰烦忧，至少还让我也分忧解闷好吗？此刻什么都别再说了，今天就这样陪我在这里直到天明为止好吗？我想再多看一些月亮一会。当然好啊，反正也不急着回去，明儿一早赶个几回甘州和大伙会合就好。嗯，夏侯义啊，你的手不要乱来啊，摸哪里啊？啊，好希望太阳永远不会再东升，那么这一夜就永远不会结束。这格外特别的一夜就这样在两人相依相偎的静谧中过去。大早，稍微迟了些，真是抱歉。一地早啊，还好没有太迟，不然大伙打算去找小公主，紧张张张看你们到哪里去了。真令人意想不到啊，夏侯兄弟，昨天一幽燕就不见人影，确实和冰凉姑娘到哪里去卿卿我我了。没这回事，我只是有些琐事而已，没什么了。慕容玄机哭哭，古兄，这个我们可无权过问。一地，将大家都告齐了，咱们快去看看谭铁匠那边是否顺利吧。嗯，我们这就走吧。谭前辈，科板碎片之事还顺利吗？老夫还第一次见到这邪门的事情，不过左上美副公子重托，七块断片重新做成一个圆环了，那就还给公子你了。多谢前辈，
只希望年少这一夜的猛火没让奇妹给热着就好。不热不热，奇妹的地方就在这，那幽兰给火一烧之后就冒出蓝色的光华，跟着四周就忽然冷起来，就是热气全给那幽兰吸去一半。于是我和志远拼命加柴山火，就炉火旺得很，这回去冷得异常像冰库。冰库，老夫打了几十年的铁，从没见过这种怪事，这可真是开了眼界。志远，你说是不是啊？是啊，到了最后我爹都冷得受不住，只好去取羊毛毯子披着，却还是冷得直发抖。好在将近天明之时寒静渐消，不然这炉火怎么解了霜了。竟然会有这种事情，真是意想不到。想想幽兰果然是幽界之物，其性和今世常理大大不同。真对不住，花了前面这么多的功夫，只希望此物真有我所想的用处就好。和公子你的恩德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夏侯公子，老夫虽然只是粗皮铁匠，却看出你是身负大业委任的天命之人。无论你今后行教何往，老夫请祝你诸事顺利。多谢前辈。OK， 好，我们去罗布泊吧。